就会，故事人物有保育员，一班可爱的企鹅，保育员他刚刚来到南极的时候，整班企鹅呢他都不是几理会他啊。Hello. 哦，我呢好想亲近他们哦，我学下他们怎样行路先。保育员他想亲近企鹅，于是他就要学下企鹅们走路的动作。但是相反，反而还将企鹅吓亲啊！他们是跑，是跑啊！哦，点好呢？等我想下办法先。保育员他要想下啲办法啦，他就试下拎啲虾同埋鱼接近啲企鹅，但系海里边实在太多食物啦。企鹅根本佢就唔想食保育员手上嗰啲食物，点算好啦？保育员只好一个人坐喺个营地度，好孤单，拎起个口风琴吹下吹下啦。一开始，企鹅就企喺远远嘅地方，随住啲琴声，佢哋慢慢咁样行埋去啊！睇到保育员手上拎住嗰一把生得一黑一白，好似同佢哋一样咁，嘻嘻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企鹅开心到和声起嚟啊！渐渐咁样，企鹅就跟保育员越嚟越熟啦。有时候，企鹅仲会跟住嗰个口风琴咧，不知不觉做咗一啲检查啊！保育员发现，原来呢吹奏高岗的曲子，啲企鹅会走路的时候，佢仲会好轻快一啲噶，咦，好有趣啊！吹奏低沉嘅曲子咧，企鹅佢走路会变得缓慢一啲噶。保育员每日都好认真咁样记录企鹅嘅行为噶。有一日，企鹅实在太好奇，
究竟那件东西是什么来的呢？他们于是就趁保育员在这里忙紧之际，他们就将口风琴偷偷地就拎走了，是不是很顽皮呢？企鹅，他们趁着保育员睡了觉的时候，企鹅他就很好奇，又一起好像研究着究竟那件东西是什么来的呢？但是无论企鹅他怎样拍打那个东西的肚皮，它就是不开口。企鹅他们想了，一定是它很肚饿不出声啊。于是企鹅佢就将啲小鱼啊、虾啊塞入嗰件东西嘅嘴巴度，但系佢都系唔讲嘢。企鹅就谂啦，哇哇哇哇哇，或者系佢唔开心啊？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是会跳到海里面尽情地游来游去。企鹅他就拎着那件东西，扑通一跳，果点啊？只系剩低口风琴嘅琴键，一片一片飘喺海上面啊！企鹅将琴键还俾保育员啦，佢哋都睇到保育员露出难过嘅表情啊！企鹅佢就谂啦，整烂咗保育员心爱嘅东西，佢仲会唔会中意我哋噶？保育员佢就谂啦。冇咗个口风琴，企鹅佢会唔会仲中意跟我一齐呢？自从口风琴坏咗之后，企鹅就成日都喺保育员面前拍拍拍拍拍拍打肚皮啊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于是保育员以为企鹅可能是食滞了啊，肚子不舒服。哦，等我
檢查下你哋個肚先，可能你哋肚痛哦。但是检查之后，他们又很健康哦。日子真的过得很快。一日一日这样过去，分离的季节来临了。在离开前，保育员始终都是不明白企鹅的行为啊。他心想了，哦，我好希望我能够跟他们沟通到哦。直升机缓缓上升，一直飞到好高好高的天空时，哦，原来在高处望落去，企鹅排到好长好长，真是好似我平时吹嗰个口风琴的琴键哦。哈哈，好有趣哦。企鹅拍住个肚皮，哈哈，好似喺度演奏咁啊。亦都好似想同保育员讲。